哎呦我，，我们的声音 OK 吗？哇，这个美颜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你帅你美你当然不用美，像我来说还是得美。哦，没有美颜是吧？啊，就长这样啊。没有美颜是吧？没有美颜是吧？ What the 无美颜，哇塞，无美颜长这样啊，这样比较好吧？就本来是有的是吧？对，默认设置就好了。对啊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特别感谢《快乐老友记》的观众粉丝们，今天呢一天给我们在这个线上的互动。嗯，因为你们，我们完成了很多的任务，也因为你们，我们受到了很多的折，就是很多的愉快的体验啊，很多的折叠。对，那这是我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第一次在线上跟大家做直播。首先欢迎大家，感谢你们支持我们的节目。啊，我也说声抱歉啊，白天没有在这边。你不用抱歉，没问题，把你这期的劳务给我们五个均摊一下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呢，打造一个我们的家，家就是呢，你想回来随时可以休息，可以安心。哎，但是呢，你外面有更重要的工作跟事情的话，哥几个全部都支持，我们一起支持生哥，在生生不息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哎，弹幕太快了，真的！现在直播间多少人？哦，马上破100万观看！哎，刚破了100万观看了，你看看，破100万了吗？嗯，那我们要上链接了，大家请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来哥，好，谢谢亮哥，亮哥来注意一下嗓子啊，亮哥，来，亮哥，来，胡，来，拿，谢谢。嗯，煮茶，那我们再煮茶。来来来，好的好的好的，OK。哎，今天大家给的好多的那些游戏，其实我们不是也是跟着大家投出来，或者是给的建议吗？对，设计了很多游戏，对，也在安全上特别关心我们。嗯，有很多人提出来了，吹面粉的这个游戏呢，今后在空旷一点的地方再玩，它会有一些哎粉尘爆炸的危险。对对。今天暂时取消这个游戏，咱主打一个听劝。哇哦。嗯，就是听劝。对，应该的。也谢谢大家关注安全，我们也学习了。平平安安也是快乐的一天。对对对，真的是。然后今天游戏中有一个细节是圆圆跟月心好像发生了怎么样的一幕？那很经典的一幕。对，到时候知道。那太经典了，发生了冲突。我俩发生了一定的冲突，就是肢体上物理的冲突，物理的冲突。然后那一刻我有点心疼他们。对，就到这儿了。哎呀，就到这儿了，聊到这儿就可以了，聊到这儿就行了。那我要看了，我要看是什么回事。王雨欣，你给我等着！别啊！让我非常猝不及防。哦，我确实冲动了，我确实冲动。你什么时候不冲动？对对对对对。我们这个真的是老友记啊！我跟你说，有一种特别好，就三个人玩，两个人投，一个人躲。真的，你看看他，真的是蚊子，是蚊子，真的是特写特写，不是为了抽他，发展特别自然。等一下，我懵掉。哎，以前的综艺的风格，就这个会被剪到预告片里边。你说走着瞧，你先跟他说走着瞧，来一个。王雨欣，你给我等着，别啊！诞生了综艺名场面，这是综艺的首抽吧？啊，他们想听我们唱歌。这你得拜托亮哥嘛，是不是？王伴奏不是浪得虚名的。这世界变很快乐。来，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天台。OK， 拔掉哈。OK。哦，终于
来，大家看一下。那可以让给大家看看我们这儿周围的大概的这个晚上的夜色的感觉。月亮，哇塞！吉他，圆圆啊，你其实可以坐，可以坐在亮哥旁边啊。照进天河。